最近姥姥我得想嘛，恁姥姥没什么好做的嘛。老啊，看电视看看嘞，看啊，看久就多久就困啊，啊困困过哪困哪难死啊，就敢那用要动用去啊。现在我们的社会老人的年龄是六十五岁就叫做老人啊，六十五岁他的那个智力头脑还很好，身体还很好，你不要把他排斥他是老人，应该呢要感觉说这些人是我们社会的宝，他的经验很好，那他已经呢现在家庭事业告一段落，就是专心呢可以投入为社会付出的事，人生啊一世人忙忙碌碌啦，一直到现在呢可以发挥他专心为人类付出，应该呢他真是为承担天下事的事，那哪好因？那呢？这个社会，人人有这个观念呐，那有什么老人问题呢？好，阿妈，你不要化解，来免啦，好，免咯，免啦，搁爬楼梯哦，哎，搁爬楼梯，我好累哦，人都要自己啊卡。恁够有名声，下岗嘛真出名。我唔爱叫卡声啊。啊，我会处理的。做环保，伊就爱要做环保。六七八，你们不会常常去想说我年纪有多大，我们只是想说我们再活的一天。能够为人群付出些什么，这就是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定义，一个国家当中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达到 7%， 就会进入高龄化社会，达到 14% 为高龄社会，而达到 20% 则是超高龄社会。目前日本老年人口高达 25.1%， 台湾则是 12.5%， 总人数超过294万人，因此台湾已即将进入高龄社会。人口老龄化俨然已成为全球性的现象，估计未来20年内，全球65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从6亿人成长至11亿人，占总人口的13%。许多国家认为，高龄化加上少子化将导致劳动人口减少，降低国家产值，而老人的医疗福利等社会资源更会增加国家负担，因而积极寻求解决之道。虽然社会要这样说，啊，如来呀，老人的社会，老人愈来愈多是问题，啊，听到感觉讲老人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，听到心情艰苦啊，到底是要照顾老人，或者是老人已经成社会的问题呢？也嘛是感觉起来，现在的人间人口增加，所以难免呐，现在的人寿，因为医疗科技发达，所以年岁啊，
啊，愈来愈多，因为读的人身体健康啊，这就是啊，讲起来也是好事啦。老人健康，岁寿长，啊，岁寿长就吃较久啊，啊，就是变老人了啦。对老人的生活，大家人都该当心了呢，是一个老人问题。啊，咱也会当家家户户啦，在父母拢是咱的宝。咱应该孝顺，是咱的家庭教育伦理。那会当安尼，一代做好一代看，老是受尊重的，有礼节的，安尼的社会，老人哪有啥问题呢？你把酒你拿，我安尼你拿，刚刚这边老医生表示你有问题，你的神经哦。为了解决人口老化问题，欧洲国家开始实施国际人口迁移政策，日本增设了友善设施及福利，中国大陆则在2015年10月30日取消一胎化，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。但事实上，老人问题并不是老人的问题，而是在社会形态转变的过程中，需要为长者及未来的自己做最完整的规划与共识。三代同堂，四代同堂啊！哎呦，你真好命哦，财主寿哦，拢总有啊，福禄寿啊，真的是偌呢真光耀的代志啊！即嘛老来呢，就是孤单，真正常。问你有惊无？啊，卖讲惊啦！有几个，卖算几个啦，对哇？这已经呢，是社会呢变成了平常事，因为人人拢足有才华，受真高的教育，那受了教育呢，大家人拢爱去上班，哦。去上班啊，社会的这个利益啊，愈开愈大，啊，愈开愈大呢。好亲像家庭，少年人，大家人都足无闲的。少年人啊，读书的是爱读书去啦，上班的上班去啦。老人呢，就是顾厝无聊啊。这种过处无聊，你那会叫伊袂讲心生恐惧呢？那会叫伊袂心忧郁症呢？所以讲老人医学、老人问题，其实这当中呢，已经成了重重的问题了。年老的你，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心情？年轻的你，是否也忙着工作，没时间陪伴父母？是否担心日渐年迈的他们，会变成你肩上沉重的负担？现在都说社会未来老人问题，我现在跟我们的医疗系统的医师们，我都跟他们说，不要再说现在未来呢，社会是老人问题，我们老人为你们造多少的多少问题啊。那今天
假如没有这一群老人呢、啊，哪有今天的社会呢？我们没有为你们造问题哦，是为你们的这社会的建设啊，只是呢，要好好的教育环境，要如何呢孝顺父母，不要呢一直都说哎老了，所以把他送到老人院去了，应该呢就是要如何在家里哦让老人家有伴有照顾。如何守护长者的健康？老年医学专家、台大医学院竹东分院詹鼎正院长提出专业的建议。一个人如果要健康，他其实最重要是要有很好的生活习惯，那甚至从越年轻养成越好。可是你就算啊，你说年轻没时间，我退休了才开始也不嫌迟。那到底老人家或者是说我们长辈要怎么样才会让自己更健康？我们一般来说的是几件事情嘛。第一个叫规律的作息嘛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很努力的去运动。好，那尤其退休后你的时间可能很多，那当然就做很多的运动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营养要相对的均衡。好，然后不一定要减肥，只要你没有胖到让你的身体出问题，好，那基本上老年人相对胖一点点是 OK 的。您走可能还是要多小心一点的，可能最好是看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可以跟一下。嗯，对啊，因为那个有时候看起来不是那么稳啊，怕跌倒啊。对啊，一旦跌倒其实也是有一点危险。在正常的老化了，正常老化当然是每个器官都会慢慢的变差，可是有些器官会老得快一点，有的器官老比较不明显一点。那我们举例来说的话，大家会觉得最明显的退化应该是骨头关节跟肌肉了。最近开始研究最多的就是肌肉的退化，好啊，这个我们叫做肌少症，肌肉变少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希望做很多的介入，让老人家这个行走的速度或手的握力，这力量能够比较好一点点，那肌肉长得比较好，那这样的话老人家就比较不会退化。随着年纪增长，身体难免逐渐老化，功能下降，但如果我们善加利用现代医学，就能减缓老人的机能退化。听觉也是很多人都会退化，可能到了六七十岁就开始慢慢的耳背，那一旦耳背之后，我们当然是会建议说一定尽可能去需要装助听器就装助听器。那还有牙齿的部分，牙齿老人家也几乎都会慢慢掉嘛，好，所以我们当然会说可能的话尽量把假牙做起来，不管你是用植牙的或者是用做全口假牙的，那这些功能其实不是只有影响咀嚼，它还影响其他整个的健康，所以这些是跟退化比较有关。哇，太棒了，谢谢谢谢。身为家人，还可以协助长辈注意身体状况，维持住健康，就能保有生活品质。像我们现在国家都有这个老人健检，好，那尤其是市政府或者是县政府那个免费的，那最起码它可以做一些很基本的疾病筛检，不管是血糖的筛检啊，什么贫血的筛检啊，或者胆固醇的筛检等等，那这些东西如果你发现有问题，那你不管是透过饮食运动或者是营养，然后这个再加上药物，那你就可以慢慢把一些东西控制的好一点，那既然危险一直变少，老人家就比较不会心肌梗塞等等，就不会生大病。你想想看，你放在这里，他轮椅进来，他怎么倒车啊？那倒到这个轮椅在这个地方，他才能撤离。哦，这样光线的均匀度要好。对对对，不一样。即使在家中照顾长辈，也有无法随侍在侧的时候。常年研究老人友善建筑的陈正雄建筑师分享了巧妙的居家环境规划，也能照顾老人的健康与安全。有很多这个我们中南部的亲戚朋友啊，要去，比如说透天厝啊，要去盖那个电梯啊，我都劝他不要啊，因为你花四五十万去做电梯，你以后绝对不会去爬楼梯啊，你倒把那个四五十万啊去把楼梯做好，
啊，现在20公分的20公分，你现在把它改成低一点，16公分，改成宽一点，26公分，让它好爬。哎，这样的话，他每天早上爬到4楼去拜拜，每天要爬下来吃饭，很健康。所以对健康老人来讲，我的想法就是尽量鼓励他去找机会去运动，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友善的，让他更好生活品质。假如他走廊够宽，你也可以做扶手，你也可以做书架，你那个轮椅还可以进出啊。假如你的门有80公分，你的轮椅就可以进出啦。如果没有条件做大幅度的整修，还能如何用简单的设备让家中的长辈生活得更方便、更安全呢？你说材料，比如说那些纸滑啦什么，这些都应该考虑到。门把，以前我们都用喇叭锁，哎，但是你想想看，老人家的握力、肌力不足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你手湿的时候，那个喇叭锁是很难转。它有三个动作啊，第一个要握啊，第二个要转啊，第三个要推啊。假如你这个都不够力量，你当然是有障碍了。所以，假如我们把它换成长把锁，啊，一个长的把锁，我手放上去，我根本不要握，我也不要转，我只要一压就下来了，然后我就可以推，你就可以从 A 空间到 B 空间，这个是无障碍是没错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那个把锁的高度，我小孩子。我坐轮椅的那个都不太适当了，所以呢，假如你把长把手又改成一个垂直的扶手的话，再把它加一根水平把手的话，你看那个轮椅组啊，一进去以后，他随手可以把那个门一拉，对他们来讲一点困难没有，所以这个就是变成友善的环境，所以从可用变好用，从好用变喜欢用，比如说扶手，机构可以用扶手啊。像我们家，假如有妈妈，你那个房间出来要去厨房喝水，你要经过走廊，你做扶手，那人家就会一看就好像是养安老院一样。假如你做书架、做花台，他一样可以扶着走啊，那个环境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居家是有居家的家庭化的那个，要有那种气质在里面，机能也 OK， 那感官也不错，哎，那个是蛮重要。当父母逐渐衰老，我们不仅要照顾父母的身，更要照顾父母的心，帮助他们拥有快乐充实的老年生活。一定要转到底，所有的信念一定要做出来。一个老人家如果说真的要活得长长久久，他其实需要一个非常乐观积极的人生观去面对所有的事情。那譬如说，我们一直觉得说像有宗教信仰，像慈济等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那我们发现说，今天如果老人家一退休，他待在家里，啊，每天都待在家里看电视，其实他的健康状况绝对不是很好。那一旦有出来当志工，不管做了哪一些事情，你的这个身心灵其实都会得到提升。好，那所以大致上来说，就是会希望能够做到这些事情，那老人家就会老得比较好。就可以打要用的东西，名字姓名。那现在这个如果比较小，你可以要想把它放大，你可以从版面里面去做设计。各位，人只要活的品质好，我想就够了。活得太老呢，生活的品质不好呢，那是折磨啊。所以啊，要健健康康的活。那么要快快乐乐的，那无健康无快乐，实在是活得足痛苦的。各位，人生苦短啊，短暂的人生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，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品质。生活品质不是享受的。生活品质就是要有价值，当然啦，就是因为呢，心中有爱。只要心中有爱，也是生活在大爱中，天天都有感受。因为呢，付出的就是最好的享受。Thank you.
人哦，听讲哦，会当吗？老啊，老人好啊，看我们的社会，假如不是老人家长辈们呐、大家呢这样的打拼过来，哪有这样的富有人生呢？的确，我们人人呐、要敬老尊贤。过去的老人家，大家的用心，那经营个家庭，经营个社区，经营个社会，经营个国度，一切的一切啦，从小小的自己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呀，为人世间的付出啊可多了呢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为现代的事业而忙碌啊，老人家呢就会自己认老，爱家己认老啦，那就会走入了这样的老人之家、老人院去。他每一天呐、都是呢，老的脸孔对着老的脸孔啊。这样的彼此之间呐、想来呢，实在是感觉人生很无聊，日落西山的感觉。可是有一群呐、很积极的长辈们呐、却是不认老，还是呢，会不断的投入社会。去工作，去服务人群，当志工啊，很令人敬爱的老人家呀。这样一把回首，我给你捡回去好了。我们给这做做环保嘛。你以前捡点捡，晚上有些出去都捡呢。拿走我，拿走我就再捡。今年90岁的陈光英是慈济的环保志工，年少时经历过战乱而逃来台湾。有战争呢，我们经过战争呢，真是惨呐！看那个人哪死的到处是人呢。说我们我想命大能活到现在，我说我在有生之年，我还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上人家嘛，老人呢，要为老人的工作呢。我就安心的来做回收了。谁老人越做，谁就越健康。我就这上人讲的话，我就记到我心里。老人家呢，做环保也很坚持哦。他做环保也做得很久了啦。他也是感觉到说，俗福共上人说啊，老人也有老人能做的事情啊，这就是生命价值啊。所以说老来无用呢，老来呢用途可多了呢，生命的价值啊，我们还是呢要发挥。这种通达道理啊，这个生死路呢，我们要很清楚，而且呢我们真正的要磨练自己，道理了解，烦恼扫除，同时呢要走入人群。我说我们命从那个战乱时间能活到现在，这不错了，能来到现在，到这个儿女都成家立业了，我说我到临老过晚年，认为我们两个还不错了。我说我绝对下点爱心，我看大外台，看着上人，我这个心就原来时间你看我全心全意的，现在我这我那都站不下，水那堆鱼一大堆哟、我们能健康好好的把握啊，能去付出呢，这才是福啊。所以呢，
人生的宝贵啊，能造福人生的幸福是非常重要哦。老少啊，都要有这立志把握生命的方向。一群老菩萨呀，他们已经有志一同了，他们每天呐，都会聚聚在一起，在不同的社区吼，啊，大家人会共同活来，那共同相约在环保站。虽然是聚会啊吼，啊，头毛拢总白吼，啊，但是呢，那自我的环保啊，做得很好，好美的银发组，这就是励志。励志呢，这种的环保从自己的身上开始，做得呢整整齐齐，很利落的，然后呢集会在一起，就是投入了环保厂，那资源回收回来就是把它分类，好整齐哦，这就是真环保，环保人文哦，这都是要励志嘛。因为呢，共同的这一份励志就是爱护大地，疼惜社区卫生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共同呢，就是环保志工。虽然年纪那么大，在他的身上看出了人品典范。看他。他们立志呢，疼惜大地，而且呢，为家庭、为社会这样付出来以后呢，还是不退不休。这种的老菩萨的那一份的纯真的爱，真的就是文史流芳啊！他们的家有这样的长辈呢，的确。应该要很自豪啊！我有这样的宝贝妈妈、宝贝祖母、宝贝爷爷等等，这都是我人生非常难得的那样的人品典范，值得呢文史流芳啊！担任导护志工的是傅黄傅美，别看她将近80岁的年纪，她对服务社会仍然充满热忱。去看着马路，哈，让小朋友过马路，我都还在做。那校长会讲说：“啊，年纪那么大了。”我说：“不对，我说感恩校长，不嫌我们老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服务。”傅黄傅美也是慈济委员，加入慈济已经满20个年头了。越做越欢喜啦，哈，欢喜充满啦。因为参加慈济以后，真的是见苦知福嘛，所以说我能看到我们这样自己真的是这么健康，还真的要感恩，说我们有时候健康的身体，真的要好好的来为我们的社会来付出。那上人说，人间最苦就是病苦嘛。啊，我们在医院的话，能够安抚啊病患也好，家属也好，等于说能够让他们有个安心下来，这样也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觉得说，能够做就是我们的福报。除了在学校、医院当志工，傅黄傅美也参与访视关怀独居老人。那你是不是注意一下，是你吃了什么东西比较会痛，或者说热比较会痛？因为这样关怀他们，就觉得说，对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很需要。好，就像我们这样，就等于说老人关怀老人，他们真的是会觉得他很温馨，然后身体要动。昔日已过，明日虽艰难，
要那是有感悟的人呢，就是如小水鱼，似有河乐红，这都是呢，咱大家人拢爱有警惕，因为咱从生一直到老，这段时间呐、啊，咱到底人生安怎过呢？少年的时代，为事业、为家业伫咧打拼，不知不觉呢，人若到坐回来时，啊，咱是毋是爱退休无？爱退休无？啊，到底是爱啊面？那我呢？我是感觉无退休的时啦，因为咱一喘气都袂当退休啊，喘气若退休，啊就停啊嘛吼。所以咱应该呢，爱立一个志愿，咱食到老，学到老，做到老，总是呢。做甲真正自然停止迄当阵，人人拢有潜在的良能伫咧吼。每一个人咧，只要你愿意发心啦，咱都会当为人群去做付出。因为人老，心不要老。因为你心老了，觉得说我什么都不能做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认为说，我可以做，我什么都可以，就是意志力要够坚强。我希望我能做到最后一口气，不会认老。现在越坐会舒服，越希望伊吼做骨较济咧，因为呢年纪大了不能停，因为。我们要把握时间，老人未停的啦。老人家假如一停了，那就会把记忆等等就会衰退掉，浪费生命啊，时空呢空过。一路走过来啦，都会听到啦。那身体呀、啊，因为呢老了啦，一年过一年呐、啊。因为慈济五十年哦，看到了五十年前的慈济人，看到现在呢，都就不一样了啦。看自己不觉得。其实呢，影片再拿来看，会自己会感觉到说，哦，五十年前真正有较少年一岁啦，吼、哦，五十年后呢，真正老真多啊啦，这都是呢，时日啊，天天不自觉呀、啊，这叫做行运、行运呐、啊，很微妙、微细的。每一天的我们自己在变化中，自己都不知觉的让它过去。不过呢，能老那是珍宝啊，那不能老呢就麻烦了、哦、所以啊，我们老也要珍惜。我们身体好，还可以呢，投入在慈济里。这个点这个 WiFi 加嘿网路嘿，好，啊，伊即卖就是开始跟你连哈，去连那个网路啊咧。大多数的老人因为记忆力与学习力都大不如前，对于学习容易产生抗拒。尤其是学习使用科技产品，更是让许多长者尽谢不敏。师兄我好了，几字？四，确定哈？五字啊，确定五字对了哈。
2010年底，当时已经93岁的黄蔡宽还自告奋勇报名学习电子书，只因为这是上人的殷殷期盼。啊，到咱上人讲讲，啊，要为着要升这个纸哈，啊，来减碳呐哈，啊，大家来爱来学，啊，我就想讲，都有迄机会哈，啊，上人讲讲，有缘就有得啦哈，所以哈，啊，我嘛抱着真欢喜的心来学，结果感觉足困难。人若学咧15摆会晓，我都差不多爱几十摆才会晓起来呢吼。有缘都有力啦吼，啊，有心都无困难啦吼，啊，就一直学，一直学，都会成功啦。看到彰化啦，蔡宽。应该大家很多人都认识他，他是慈济非常早的委员，很早，他走入慈济快要30年了。我在几年前呐、啊，在彰化提起了要用电子书，大家都很害怕，唔敢用电子书啊。那蔡宽呢？那个时候呢，也是90几了，他就说：“师傅，那要叫咱做的吼，较困难，咱嘛都爱克服啊。”所以做都对啊啦。他是彰化的第一代电子师的人哦，他现在呢已经用到第二代哦，他还可以教人哦。啊，这就是咱顶个月吼，顶个月安尼，啊，伊这个月拢无运动吼，啊，就真干那安尼就出来，咱就教安尼，嘿，免去改，啊，我安尼我了解，我都嘿，无啥移动啦。啊，伊已经用到第二代，伊讲哦，搁较好用。他还是呢，不断让大家呢来用啊，吼，这都是呢这样的合心合气、好用，跟大家人来分享。所以呢，宽心宏愿，他还要发愿啊，度更多人呐、啊。来用这真好用，还有人就说哦，较早啦要出来爱带一大堆，他说现在唔免啦，一本呢，吼、哦，逐行拢总经济带出去啦，甲大家人这个分享。所以人讲哦，老人是现代啦，社会的问题，啊，亲像安尼哪有问题呢？他。脑筋不断的应用啊，脑筋不断的入华呢，增长他的慧命啊，这呢都是在和心和气啦、啊，那种的慈心平等最吉祥中，还有在和气呢，宽心宏愿最大福，他这样的吉祥大福啦、啊。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在那过来。黄蔡宽今年98岁了，仍参与《无量义经》的演绎，带领法海区老菩萨入京藏。老菩萨吼，是安尼90多岁、80多岁、70多岁，恁知影？迄、那个入经藏啊，法海啦，吼、哦，迄精济啊，偌有精神的呢，是安尼规场啊，唔只是一个场所，伊呢？分作几啊个场所吼，拢总呢，环保菩萨是足有精神的，入经藏啊，手艺啦，真好侪。
迄那唔是吼，真长久伫咧教啦，啊那唔是真有心伫咧学啦，你讲吼，规首的这个无量义经要背甲起来吼，都无简单，因会唱，因会念，因会笔，因的动作啦，足好济。九十外岁、八十外岁、七十外岁，吼，第一场的岁月祝福呢，伫中华，我足震撼的，真正是真震撼。呀，唔够要去倒位？哎呀，读书会，没读书，没读书会啊。老当益壮的还有这位高龄92岁的陈银灿，不止用心做环保，只要有精进共修读书会，他都坚持参加。啊，我就搞到说，我要看上元开始哦，啊，然后呢，参加读书会哦，头脑开始清楚啦，也开始哦，咱就加减学啦。哦，加减学，加减看哦，啊，出来的时候，看到伊咧开始哦，有钱无当买宝贝啦，哦，啊人讲哦，食较老，学较老，学较老，学咧学家。只系咱心受法啦，来接受这个法入心来。咱若会当体会了解，自然呐、啊，法甲咱的本性接近呐、啊。希望会当不只是接近，会当法啦、啊，入咱的心，贴近咱的心，咱的心呢，如来本性安尼展现出来，啊，唔惊老啦。惊咱唔肯开步行，惊咱唔及时接受啦。善言哦，这才重要性。参加组织读书会，好、哦、呀。现在真的读书都是有差啦。我这个搁改讲起来。这个用欢喜欢喜做事就是修行，起码是爱该做的。其实呢，师父嘛八十岁得要教呀，吼，所以咱拢同款，拢有安尼的心情，感觉就讲吼，啊，我到底我过落活偌久？我即马拢无要去家己想活偌久，我干来要想，逐天吼，我爱过做偌侪代志。恁甲师父安尼来想，敢唔好？咱就是拢爱安尼想，拢唔免去想讲吼，我今年是几岁啊？唔免想安尼。啊，咱伫环保的道场内底，咱伫咧修行，一方面疼惜地球，为咱的下一代，其实呢是为咱的后世人。下一代是咱的子孙，当然咱爱顾，但是咱的后世人呢？所以咱的后世人，咱都爱听经。啊，咱若是好好来听经，咱就知影讲吼，道理原来都安尼。未来的这条路，咱要安怎行，咱会真清楚。我这个心空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上人鼓励老菩萨把握时间，丰富老年生活，多植善因，成长慧命，用生命写好来世的人生剧本。人生的价值，年纪那么大，很健康的做环保，很健康的，但是呢，到最后呢，还是笑着走，吼，这都是呢人生的价值啊。老有什么问题？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所以啊，我们自公菩萨们应该也要有这样的心愿。老是大自然的法则，我们大家人爱好好呢，期待。期待咱的身体健康，爱搁期待咱的心爱健康。只要身心健康啦，
其实嘛，老是唔免惊咯。上人勉励老菩萨发挥生命良能，轻安面对生老病死，也期许为人子女者及时行孝报亲恩。咱应该爱来提倡讲吼，要安怎样好，行孝行善，唔通等。父母呢，会当伫咱的厝内底吼，受咱奉养是上好。伊若身体健康，唔是有病痛，应该伫咱的厝里。啊，即嘛。多数的人吼，拢是双薪，少年人上班，啊，因都讲，安尼我无在调照顾老人，啊，其实呢，老人你唔免安怎甲照顾，互伊心欢喜，互伊去迄个环保站，或者是该带入来住宅，伊呢绝对不寂寞啦。所以讲吼，老人呐、啊。无问题啦，你只要让伊心脑快乐，心甲脑快乐，唔通想讲吼，我要轻盈一下，吼，我要退休要来去享受。有啊，真侪人去享受啊，享受到唔知影如何回来的人真侪。这是安尼的人生，安尼的生命，有啥物价值呢？咱应该，咱爱回馈天地。老菩萨真的很可爱，安尼来替师父听吼。老人咱爱顾，啊是，爱顾着吼，爱记着啊吼。